大家好，我是举重教练林敬能，我想请你不要投下证明的那一票，继续让选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，谢谢。我是跆拳道的李梦文，如果在未来不能参加国际赛的话，那我们以练习的努力基本上都是白费的。证明公投要投同意还是不同意？不、哦、不同意。好，不同意有听清楚了、哦、大家好，我是田家珍，我今年拿到了2020的东京奥运的参赛资格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投下反对的一票，不要让我们失去了我们应该要有的舞台，谢谢。我拜托大家帮我们选手投不同意票，这是我个人也是为了学生很慎重的希望大家帮忙的，就是请大家很理性的投在13号上面投反对票、哦、谢谢各位。当然我们今天呢到场还有很多的体育界的先进前辈大佬们呢，包括我们主席、我们副主席、我们各协会的理事长，那当然我们的荣誉主席蔡成威蔡主席也到现场来。我要